OK， 今天的羽毛球已经打完了。OK， 这个加油加阳，他不要上镜。OK， 不要理他，不重要。他的 channel 他都不要上镜，这个人够力。OK， 假如你要 subscribe 我的话，我的名字叫卢泽慧 ，L O J E H U I， 记得 subscribe 我。OK， 各组开有，这里的空气很流通，跟空气流通。它的屋顶有两层的，所以它的屋顶我给你看，这个就是它屋顶，它屋顶是有两层的，所以没有这么容易热到 ，OK， 所以就是这样。跟住它的场地也是 international 的场地，啊，这样子哦，厂商啊，它是厂商，是 international 的厂商 ，OK， 就是这样子啦 ，OK 啦，拜拜。假如你要打的话，在这是30号之前来的话。就有 promotion， 7块钱一个小时到6点 PM， 6点 PM 之后就13块多啊，大概你去，你来到这里10位啦。假如你是早上来打的话，就有便宜啦。我会在后面再补一个帖子啦 ，OK 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假如不懂地址的话，我会把那个link放在下面，拜拜。